秋风泽深情演唱前辈动力火车的代表作《忠孝东路走走遍》，紧接着用另一首《冲动》迎来本尊的驾到。冲动，我的手在发抖。陈零九、秋风泽八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，请来重量级嘉宾动力火车，结果合唱过程巧出锤。一旦情愿还没没有吗？是一二三四还是怎样？这个手放下的时候就开始。Oh, OK OK 好。被你玩弄。事实上，双方最近渊源不小。颜志玲先前就透露，女儿是陈零九、秋风泽的粉丝，自己曾经为了女儿还翻唱最方的成名作《天黑请闭眼》。我有一个咬字，每次都唱不好，就是那个女巫。我每次唱女巫，女巫，女巫。他说爸。不是那样唱的，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，却扯不出你怯场的那面。动力火车不改原住民幽默，还细数两名新生代歌手的缺点，结果都在夸对方长太帅、长太高、太有实力，粉丝会吃醋等等，笑翻全场。另外在八号开唱的还有他，阿令身穿白色上衣，热裤登场，展开为期三周、一连十场的演唱会，配合第一个礼拜的都会寂寞主题，一连献唱《寂寞不痛》《以前以后》等等21首经典歌曲，也让歌迷听得超过瘾。TVBS 新闻陈文宏与潘全台报道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